国庆佳节即将来临，天河潭景区为大家准备了一场盛大的假日狂欢。在这里，您不仅能看到极具特色、充满力量感的非遗舞蹈表演，还能欣赏令人期待的全新升级烟花秀，感受视觉与听觉的盛宴。在整个国庆假期当中，一号到六号，那么我们开展了莺歌战舞这样一个活动。那么，莺歌舞的话呢，也是目前来说也是属于我们的一个非遗文化。那么在抖音上的话呢也非常火，所以本次的国庆假期的话呢，天河潭将莺歌战舞的话呢引入了天河潭。同时，为了增加游客体验，天河潭景区以及芦笛村、车田景区一同开展了竹筏漂流，游客可以乘坐游船或竹筏，体验贵州的自然山水风光，享受静谧山水间的快乐。夜间我们还开展了，我们延续下来的流光溢彩夜天河的烟花秀演活动。那本次烟花秀演活动的话呢，我们在整个烟花的弹药上的话呢，我们做了一些升级，每一场会有过万发的这样的烟花弹在天空中进行绽放，那么会呈现各式各样不同的一些花型和特点，那么也使游客的话呢，白天游览完山水瀑布，游览完我们的水溶洞、汉溶洞，晚上的话呢，还可以观看我们的这个烟花秀演。除此之外，国庆期间天河潭景区还将开展露天电影、素人音乐节、 City 滩滩集市等潮流玩法，精彩纷呈的活动等您来解锁。为了给游客提供一些更好的游览体验的话呢，我们也希望游客的话呢能尽早的入园，那么越是早晨的时间进入，越早进入景区的话呢，它的整个游览的话呢会更轻松更惬意。百姓关注记者报道。